杀了你爹。找苗人芳给你爹报仇。我便是胡一刀的儿子胡斐。这一步踏出去便没有回头。快跑！看你几分眼神，你我可有渊源。逞能，你以为这就是英雄啊？若是今日会死，我一定死在你前头。胡家道法，你就是胡大哥的儿子，对吗？你下不去手。我只是想等他眼睛治好了，再光明正大的杀了他。光明磊落，行事坦荡，当之无愧大侠二字。我会杀了他，我会的。明日我就压轴出场，来杀杀他的锐气。既然你与我爹情深意重，那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告诉我。